要在我面前提后缀，我听到这个名字就杀心了。没错，我就是你的黑粉。方小姐，方小姐，你就不问一下劳务和报酬吗？我们应该好好商量商量如何整蛊。你干嘛？太幼稚了，韩静，解开！喂，干什么？后唇！你做人还真是好傻。这不是黑粉小姐？不要再利用我了。不光后唇性格阴暗面吗？外行上几件干嘛呢？给你，我只能笑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关心他呀？努力生活的样子，赚你钱的我非常喜欢。你做得很好。怎么样？